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一年只给他在二十几天或者是几三十几天在一起的时间，剩下的你都是在忙你的事业，那你对这个家庭的孩子包括你的太太有责任感吗？你只给他们，我们有很多，没有，我们有很多方式在解决问题，比方包括我带孩子出差啊，包括我太太带孩子回跟我一起出差啊，我们有好多方式。你现在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暴力问题和爱情问题，你整个对家庭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。我在网上包括在电视上看到你很多对家庭的论，这个论点我是非常不能赞同的。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一个社会，我们每个人如何去看待家，你这个观点我是不能接受。包括你说事业这个很重要，我刚才想说的，无论是责任感还是使命感，如果你对家没有责任和使命，怎么能相信你对这个社会能够有责任和使命？其实我倒并不一定这样要求每一个人，但有一点，最起码，当你要做你所谓的赚钱的事业的时候，你先把你的家庭，你先把你的家庭料理好，你先把你和妻子的关系，等一下，孩子的发展，因为我让你争论，我们让他一直在这发泄，我觉得就说话要讲究一点。这不是发泄，三分听话，我完全没有兴趣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也完全没有兴趣做什么样的发泄。这边就来拥抱就可以了，现在就可以啊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在里头是施暴者吗？他不是施暴者吗？我觉得真是不疯不狂不理阳啊！就道德层面来讲，你道不道歉这件事情，你整个对家庭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。这是我的习性，也是原意。你谨慎啊！是啊，一壶一席谈，争论更加精彩。场下就有外国的朋友，来，我们听一看这位来自德国的这位。如果家庭暴力发生，然后那个大人应该参加那一个培训队，那个培训队里面他们都可以试试了解他们自己的感觉，自己控制他们的暴力部分。这样我觉得如果对家庭还有那一个责任，很可能有特别特别好的帮助。其实我们九月九号啊，我们两个就已经挽着手，我们一起去了这个心理叫婚姻咨询的地方。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面。回到家里面以后，他就说我看到你妹妹在接受记者采访，哇哇哇哇哇又开始了。哇，当时已经很火爆了。我说这样，我们刚刚接受完咨询，我现在选择离开，我就从家里搬走了。就是说其实这不是说不是说一下咨询完就能解决的。对，他需要时间。他那个模式是不断在重复的。那我做了努力，但是我们确实一说就把过去式拿出来，一说就把过去式拿出来，所以没法在一起，所以我就选择还是继续做我的。实际上我觉得你们当初你们在婚姻当中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一次发生冲突以后没有最好的解决，把它留到下一次。总结了不是总结了，但是个性不是文化，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，两个文化天使完全理解不一样。对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，从德国人的说话你可以看到，德国人专注的是要提供专业的培训。对，这才是最终解决方案。你认为这样？你现在怎么说我没用，没有效果，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这是我的习性，也不可能短时给改了。这是我的习性，也是你的意。你谨慎啊！来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真是不疯不狂不理阳啊！其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别这样说。其实我觉得，就道德层面来讲，你道不道歉这件事情都是不对的。但是就法律层面来讲，我觉得任何家庭矛盾当需要不得不依靠法律解决的时候，都是家庭的悲剧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，包括我身边朋友学你英语的人，其实有这样一个关注，你是一个老师，你的职业行为和你的这种生活行为之间显得很背离。包括你谈到很多家庭观念的时候，什么小白鼠式的实验室的家庭观念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担心你向孩子所传输的这种观点言行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担心你的教育理念怎么带到生活中去。来，我直接请李阳来回答一下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担心。我觉得你不要拿其中一个小东西出来说事儿，对吧？你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上说事儿。就像我是老师，那我也会犯错误，对吧？你不是拿个老师，那省委书记犯错误，被枪毙的省长怎么办？
李老师你好啊，我对李老师的这个疯狂抑郁是非常之迷的，但是另一点我在想，如果发生家暴，难道就是李老师一个人的错误吗？我们在培训的，在无论是介入培训也好，介入那个家庭那个调解也好，肯定是矛盾嘛，肯定是双方面的原因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实在，如果法律介入以后说要刑事也好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如果没有爱情，这个家庭可能存在的几率也不是很大。最好的解决方法，我感觉，如果没有爱情的话，如果孩子处理的特别好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离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是作为一个，本来我是想做一个那个其他的案例，但是我今天非常荣幸的，我作为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，我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。我曾经就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，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愉快。怎么克服的呢？我应该是感谢冯远征先生。一会儿节目之后，我希望能跟他来一个拥抱，我要非常感谢他。我就在这边就来拥抱就可以了，现在就可以啊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在里头是施暴者吗？他不是是施暴者吗？在一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婚姻呢，也很长时间，就是有矛盾，很不幸。但是找出路呢，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女性呢，都是一个很爱面子，家庭传统的家教呢，都是团圆圆满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另外我也算是一个知识的女性，所以我就对这个家庭很封闭，我没有一些。其他的途径，其实这个冯远征演的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呢，可能是我点燃了一个希望，所以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他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教化的作用还是非常重大的。你怎么能走过来呢？其实我现在的反思就是宽恕就是爱。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体会到，不能说体会到吧，我觉得我的丈夫还是爱我的，但是他是不会爱的方式，他的方式不对。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面对他，双方都得学习。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要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会很平和。他后来都没有再打过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哦，已经分手了啊！对，完全误会一场，我分手了，打人的都走了呀！来来来，误会一场啊！等一下，来这边队，请说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中，我们忽略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刚才李老师说到了，其实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，其他的人都没有权利对我们实行这个躯体的暴力，这是最起码的原则，而一旦实施了就应该得到惩罚。但是我写的法律的解决的问题，它有两个特点，第一它是滞后型的，第二呢简单化，就是说一个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我们其实在冯远征当初演的时候是90年代了，大概没有啊，大概2001年，但是到了多长时间，我们到现在还在没有谈立法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说法律是滞后的，我们只能说法律的追惩是滞后的，但法律在一个社会中它提供了一种环境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他自然就不会去打人。恰恰是我们的很多孩子在一个名为讲法律，实际崇尚暴力的情况下长大，各种暴力都是不能容忍的。请说。我想说法律必须要介入这个家暴的问题。其实我作为一个小孩来说，其实也是家暴的一个见证者。也是见、哦、其实是一个家暴的见证者。所以说我说其实这件事情对小孩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。而且那个时候男方其实是根本你自己晚上所以也会有很多噩梦吗？也不是这样说，现在其实我也是很健康，心里是很健康的。就是说其实那时候真的是男方根本就是控制不住的，虽然事后可能会说我求你原谅我或者是怎么样，那个时候两方根本是控制不住的，而且女方肯定是受伤害的那一方。所以说家庭暴力这件事如果法律介入的话，其实它有一定保护性，同样威慑力也是很大的，法律是需要介入，而且必须尽早介入。我们如果关于反家暴来立法的话，我们并不是要惩罚谁，包括李阳先生，我认为他知道错了，而且他如果承诺他，我也不希望去惩罚他，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做他的工作，能对很多人有帮助。但是我们之所以要有这个法律，是要通过这个法律告诉所有的公民，也就是刚才冯先生和这个李教授说的这个话，也就是在我们社会活动当中，无论你什么样的事情，还有包括那位观众讲的，哪怕就是过错，你也不能允许用暴力的手段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法律它的这个目的是保护所有的，可以对，可以精神。对，实际上这个法律的出现，就是不要，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社会不能你在狡辩，你太会表演了。我能不能说两句话？因为他们之间，我觉得你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。
我们很尊重你，让你再说。那么你认为你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吗？作为执法部门的人员嘛，就没说这种夫妻之间的事儿不能深管，那些该执法的人他能不能够去执法的问题。在中国不是写法律，而是走向法治国家。你说这句话是有点愚蠢了。那你也愚蠢，稍等稍等，不需要，可能你没必要在这里。刚刚认识我都一定要抱我。为什么你最反对最讨厌你？一壶一席谈，争论更加精彩。我要省电30%，格力高效离心机，掌握中央空调核心科技，比普通离心机省电30%，就用格力。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候鸟，起飞，去向自己的海和海边的泳池院墅。全球候鸟度假地10月发售，中国威海。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海南航空，海纳百川，金香典范，星耀酒，豆花香集团荣誉出品。隐喻四海，掌控未来，威力电器，够威够力。一位世界歌剧的传奇人物。Nessun baritono nella storia ha mai cantato 450 recite ufficiali di Rigoletto. 40多年舞台历练，3000多场歌剧演出，这位世界第一男中音为何连续3年赴京演唱 ？Ha fatto la parte del vero pubblico d'opera, come succedeva una volta. 王者归来，里奥努奇的歌剧盛宴，大剧院零距离，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，创维电视黄牌大放送。80年前，这所大学诞生，历经万里长征，毛泽东曾先后2度题词，新中国100多位将领毕业于此。他开创了中国雷达、通信工程及信息论等众多学科的研究，现在仍然随着中国调整着前进的步伐。他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，永不消逝的电波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80周年，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。回到一壶一谈的现场，对于家暴来讲，真的是不是应该要零容忍？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助长了家暴？这是我们继续关心的话题。有两位嘉宾来到现场，首先介绍第一位，在我左手边对上的是张秀芬张女士，欢迎张女士。另外呢，也非常关心这个家暴话题，我们的外国朋友柳素英，欢迎柳小姐。首先，我想先请教张女士，因为我知道您的女儿自己本身是家暴的受害者，你们简单讲讲您的女儿的情况。我女儿08年12月15号登记结婚，三月底的时候她突然失踪了。